主料：鲜鲜百合200克，辅料：油、盐、蒜蓉、生抽、香菜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分钟内。鲜鲜百合去根部，剥开洗净，捞起沥干水分。锅里热油，爆香蒜头，倒入百合快速翻炒，其实放少许水以免锅太干。当百合熟后加盐调味，少许生抽提提味，最后下一点香菜或者葱花即可。烹饪技巧，如果有配菜一起炒更好，我是刚好家里没菜，就这样炒了吃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